我开场点大唐也是一个很明确的选择，因为大唐被点杀以后，但意味着观战方就将失去一定的点杀能力。不过作为开场的话，其实这样被点了以后也无所谓，因为这种情况的话其实问题不大，因为对战方命谱时间还早，是吧？马上三回合以后就能拉。那这边的话基本上就是这边的话大唐的节奏被拖住，其他都还好。问题不大，冲不了。紫禁城这边的话硬件在的，冲不掉的，问题不大的。对，因为他毕竟这边的话开的是一把云阵。好，那这边的话上九凡青莲，那关大方这边的话避雷也是击杀掉对战的话三号。现在第四回合，这把棋你看，我们看到对面打的就是一套国标，这种时候就比较要小心，因为对面有狮驼林加上女拔木的话，那这个点杀能力应该是非常强的。对面摄魂给到化身，难道要点化身四？不好说，有可能。有可能要点化身，连环击直接上来，2400开刀，2000，1600，1500，1100，800，500，这还有7000左右的血量线，单秒8000，哇，那有9000，这化身血量有点多，现在至少还有一个1200是肯定还有的。哇，这化身是血量有点多啊，最少在18000差不多，18000差不多，这对，关键8000都秒不死，那就至少在18000。这时候就其实咱们就是看得出来啊，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一个硬件上的一个差距的。如果说正常的服务器的化身四的话，这一个连环击加上一个单秒过来的话，这个化身肯定是死了。对，正常的服务器是肯定死了。那这时候的话也算是扛住了啊，点上失败，那这样化身四的话这边顶个药，但是对面速度不够，女儿村观战方一速。好的，那这边大金直接顶起，哇，鬼爪都来了，化身单推，推满大唐，哦，推了个5000。观战方这边的话补光辉，对战方直接拿须弥，这感觉要被冲下，如果再拉一只须弥出来的话不好说，如果狮驼拉须弥的话也就不好说了，好像没拉了。好吧，那这样一来的话，对面这一波冲是没冲掉啊。化身是站住了，现在的话至少还有个4000。
说明紫禁城这边硬件最近也更新到了，更新到位了，很强势。其实我以为这把刚才那一把那个女娃的单庙可能会点杀掉化身，因为如果刚才那一把化身被点杀的话，那意味着官方这边就将缺少一个恢复，没有恢复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个很难受的情况。但是没有想到的是，哎，官方这边的化身的硬件够强硬，这个确实可以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反推对面，其实对面的话打的为什么那么着急啊，因为对面知道就跟官方拼硬件根本拼不过，他只能开场就进行一个压制，不然的话打后期的话根本没法打，就紫禁城耗后期根本没法耗。哇，这一个大堂一个横扫直接空切对阵方女拔，这伤害女拔取秒，有人要倒，哎，不错，还差一点，没有这个楼还估计就倒了。差那么一点点，109830的速度，五星能抢到一速吗？不行，正常的数据计算的话109必须达到一个1000加的速度才能抢到五星，对，要1000加，830的话你肯定抢不了的，太慢了。有时候那种风系怪都明盘，四星是应该是没问题，四星应该是没问题，四星其实也有点累，三星是没问题的，四星有点累，有时候万一说怪的速度乱鸣啊比你快那么一点点也是有可能，最好是1000加，加上20%的话那应该差不多，但是你五星加上20%还是有点累，我建议你还是加到，你要稳一点的话还是加到1000加好，1000加然后再加阵法的20%，那这样你稳稳的一个一速怪物绝对是超不过你，对，不然有几率你会被超过。好，那现在的话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啊，这边的话已经是第七回合，现在其实结果已经一目了然了，基本上可以说没什么悬念。一目了然了，已经对战方已经整体残血，宝宝场上只剩下两只，这时候就很明显能看得出硬件上的差距，很明显，就感觉对面就是个帮战队伍，对吧？好，板刀击杀掉对战方女儿村，只要对面罗汉一旦结束的话肯定扛不住，其实刚才对战方点杀的时候狮驼岭虎头位大克观战方这边，再加上那个摄魂的一个效果，点过来开刀只有个2000加，这时候其实就能反映出一个物理系的一个可能对面输出不够，对，
好，那这边快拉地停了，拉须弥，太洋气了，地停兽真的是跟神兽一样干，搞得我都想去搞一只，太喜欢了，这境界以后贼霸气，这搞个五只地停的话，绝对拉风，比童子拉风多了。我觉得我下次去搞个五只变异的地停兽，四技能的那种，然后自己打个蓝书，任务拥有全力加点，挺好用的感觉。好，那大唐的话也是直接点杀化身，进入最后的收割，这场比赛应该是要结束了，也打得特别快啊，才十回合已经进入收场模式。我觉得这些地听啊可能是失败品吧，有可能是失败品，就是买了那个黑字以后打，是吧？结果须弥上去了，但是关照掉了，可能是这样的，然后改成了顺法须弥，对，应该是这样。不够十回合吗？现在第十回合了呀。现在第十一回合了，你看，十一回合了，按理来说可以用来，上一场是十回合呀，对吧？现在已经是十一回合了，没有用。他没有虚弥，没有关照，出的时候九回合，没有关照，这边没有关照，对，上一场这两只看过。是顺法的，我好像到现在为止就看到珍宝阁的那波吧。珍宝阁那波真的是名不其实的关照万象，确实暴力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珍宝阁的吧。